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。今天我做一道东北人过年都爱吃的一道菜——东北家常蒸肉。葱姜要有，水开撇净浮沫，葱花、五香粉、鸡粉、酱油，来点豆油。上气儿，大火蒸半个小时。东北蒸肉就做好了。放这个肉汤，放点盐，这就吃饭瞅啥呢？吃不了这些呢？能吃了吧？行，那吃这些吧。剩菜、蒸肉、干豆腐、炒尖椒，还有你爱吃的大葱。啊，对，还有大葱。你吃块肉呗，闺女。这肉好吃吗？肥而不腻。这片切的有点厚了，切薄点好了。不过切厚香。肥而不腻，是你们东北特色呀，蒸肉。这两个都是东北特色，尖椒干豆腐东北特色菜，东北蒸肉。你吹牛吧？这我吹啥牛啊？好吃吗？就这么个小菜还吃啊？你其他地方也吃不着啊？还配上特色的俩字，是不是？而且东北蒸肉有个特点，知道吗？不对。你这个肉越溜越香，越溜越好吃，知道吧？越溜越咸。越溜越软，越软越入滋味，越香。那就让回嘛，不吃。吃。吃，好好表现，吃完再来。你把剩菜吃。爸爸，现在我吃素了，让我妈妈吃吧。成天吃你们剩的菜，你吃瘦的吧。嗯，瘦的还能吃点。我姑娘一块。爹，你喝没喝？没有啊。看来只要被我爸抢光了。这么不好听，还不如老家的鹅呢。你老家不也有方言吗？什么方言呢？
爱就吃乐啊，睡觉就起，啊，舒服。我不爱吃肥肉，肥肉可以长胖。对呀，你长胖你的。肥肉软软的，真像吃毛毛虫似的。爸爸一边去。咋的？爸爸一边去。我上哪儿去？一边去也是属于山东方言。拉倒，我们这边也说边去。别学我。没学你啊？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哎呀！哎呀！妈妈！哎呀，媳妇儿！老爸！干啥，闺女？老爸，能不能别学我啊？可以啊，快吃快吃，可以可以。